牛は戦国玉工場団。日本の戦国時代の魅力、また会おうこと。1469年到1487年，作为肥后守护谷慈氏同族寄出田寿信开始建筑千叶城。熊本城历史就是由呢度开始。6世纪早期，出田氏势力衰退，在大永享禄年间，熊本为谷慈氏领地，由六子木亲缘建造会本城，并将藤崎八幡宫迁宫。1550年，天文19年，大友义鉴遭到家臣杀死。与义鉴敌对的谷慈义母，大友义鉴的弟弟，以养子身份继承了谷慈家，控制了会本城。1554年，大友氏攻占会本城，此后约30年左右都是由大友氏所控制。1587年，天正15年，封神授吉完成九州征伐之后，当时城主成九基而封筑后国，由授吉家臣坐坐城正入主。城正不理授吉指示进行检地，导致咗肥后国人一揆。1588年，坐坐城正被责令切腹自尽，由加藤清正成为城主。到1591年，加藤清正在茶口山幽灵一带开始建造城堡。庆长5年1600年，天守建造完成，而到咗关原之战后，加藤清正成为咗肥后国52万石大名。1606年筑城完毕，翌年将城堡由会本改名为熊本城。然而，在宽永两年1625年，熊本城遭遇强烈地震，并且导致城内的火药库有爆，引发大火，破坏十分严重。宽永九年1632年，由细川忠利取代加藤氏管治熊本藩。忠利接管熊本城后，立刻下令迅速修复熊本城城池。该修理工程花了超过10年以上，先算大功告成。后来，由于熊本地区在江户时代频发地震，所以历代细川氏城主一直重视维修熊本城，避免城池遭受临界损害，直到废藩置县为止，一直为细川氏宗家的居城。